什么人要监护治疗？苹果采访前却被上了震撼教育。有什么事吗？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撞地啊！别撞！先到保护室。不能去保护室。来，先。我进。这家医院收治两种特殊病患，一种是被法院认定犯罪时受精神疾病影响，不能辨识行为者，依法虽可减刑，但必须到这监护治疗，避免日后再犯罪；另一种是毒酒成瘾者，执行刑罚前必须先戒瘾治疗。像这位阿伯就是因为沉迷酒精被法院上铐送来。你知道是什么问题来这里？戒酒，戒酒，好啦，酒酒卖精啊，戒酒戒酒啊。这是医院的第一关，社工医师仔细问诊，先看他的病情，然后还要再评估他当初他做了这些违法的事情，他的背景、他的动机是什么。设计针对这些违规行为的，我们会去做一些医疗上面的措施。这样，如果患者精神状况稳定，可以直接送进病房。但若是精神疾病急性发作，情绪处于高点的患者就要先送到保护室冷静。他们有些时候一时难免情绪失控，拿起子来把玻璃砸烂什么，砰砰砰，那他没有办法马上就恢复，我们会请他进来沉淀一下。他的设备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防止他自己伤害到自己啦，都是厚的泡棉，所以这个都是有保护的，然后也有监视的这个系统啊。等到情绪稳定，确认不会伤害自己跟别人后，才能回到病房。病房是集体生活，院方每天都会安排活动，消耗患者精力，像是唱歌舒压。或是职能治疗，刺激手眼脑发展，背后都有用意。我们很重要的功能，透过职能治疗，减少他们的胡思乱想，增加他们娱乐功能，怎么样去培养兴趣，怎么样培养唱歌，怎么样培养读报、画画等等的，培养他们的兴趣娱乐功能。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培养他们的社交功能。状况稳定的还能工作赚钱。早上五点半开始洗，洗到差不多加班到八点，很固定啊，工作很固定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你会住在这里吗？不晓得，我只知道我发神经，就是稍微有点神经质啊。阿胜因为吸食强力胶导致智能退化，不断偷窃，被判监护处分四年。虽然期限已到，病情也好转，但一家人全失联，院方让他留下来再治疗。治疗不是说一个保安处分到一个时间结束，他的治疗就跟着结束，不是。这些治疗都是长期性的，我们因此会接续，有很多的病人我们会接续做治疗。只要你有提供治疗，理论上还有食物上面，他们都比较好。看见镜头开心毕业，患者们经过治疗后，其实跟你我没两样。不过院方最在意患者们出院后有按时吃药吗？有追踪治疗吗？后续的家庭亲友照护才正要开始。